为洪秀柱在立法院一向给人强势作风的印象，而这个女强人的形象却成为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。在台北县，一对夫妻因为财务问题经常吵架，丈夫骂妻子像洪秀柱一样，妻子不满告上法院，离婚获准。你们男生先说，我有没有温柔婉约？有。立委洪秀柱见到媒体相当无奈，要记者得把他拍得美美的，照得美美啊，免得说形象恶劣、恶毒、尖酸刻薄，然后又那个又很丑，就不可以了。洪秀柱说，因为这位先生对他不够了解，才会误会他。有机会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有个妻子像洪秀柱一样，可是件很好的事。其实我是温柔婉约，我真的想去认识一下这对夫妻，让他也对我有近距离的观察，先生就会知道说，如果娶了一个老婆跟洪秀柱一样的话，保证家庭幸福美满。强调自己很温柔，洪秀柱也希望能够帮这对夫妻调停，让他们重修旧好。记者任月李世龙。